灣區傳媒體，全灣區都睇。大家好，我是蘇奕文，我是梁學希，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傳媒體》。Vincent 嗱，每年嚟到呢個時候咧，我知道學生哥都好多活動嘅喎。係啊，留意我哋今日節目咧，譬如廣為人知，就會帶大家去了解一下一班港澳學生嘅藝術才能；而灣區新里程咧，就會同你去到杭州睇下當地一班小學生寫嘅科幻小説啦。哇，好精彩！我哋唔講咁多啦，一齊睇睇第一個環節南北快。佛山正建设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禅城桂华路是佛山现代保险产业集聚区核心区。这里集聚了全市超过六成的亿元楼，即是每栋税收超过亿元的商务楼宇。在这里即将兴建的新地标近日就举行了发布典礼。未来这里将会为进驻的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协助相关产业未来高质量发展。由广州交响乐团和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近日联合制作的音乐双城季正式开演。广州交响乐团将会全方位多形式引进多元音乐节目，和珠海观众见面，展现古典音乐的魅力，令珠海市民领略到世界顶级的音乐盛宴，并培育他们对古典文化艺术的兴趣。位于沈阳运河南岸的朗朗钢琴广场，每年夏天都会传出悠扬的钢琴声，令大家在音乐陪伴底下享受夏天。琴声近日再次在广场响起，这次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举行的夏日钢琴演出，而今年就设置了四十几场演出活动，一直会持续到九月尾。在浙江肇庆市越城区这条街有个后备箱夜市，是夏季夜晚一道亮丽的风景。后备箱夜市最近推出了32个摊位，几乎日日都订满。在夜市当中，工作人员维持秩序，令市民行得放心，人流畅旺，生意兴隆，令古城的夜经济得以发展。石榴原产于古代波斯，由于果实饱满多籽，花朵红艳，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吉祥的植物。最近扬州不少公园景区的石榴花惊艳绽放，万绿丛中的一抹抹火红为夏日涂上明艳的色彩。在扬州，石榴树是常见树种，而在古典园林里面，石榴树对风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大湾区城市文化同根同源，而近年来文化的交流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是啊，就好像近日在广州举行的港澳青少年采风大赛，80多名港澳学生用绘画、书法、摄影作品展示湾区景色风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2024年港澳青少年印象湾区艺术采风大赛上面，港澳学生分成三组，分别前往广州文化馆新馆、海珠湖公园、南沙游艇会及南沙湿地，并围绕逐梦湾区等主题进行绘画、书法、摄影创作。在广州市文化馆新馆，丰富的艺术展览以及极具岭南风味的古建筑群吸引学生目光，
他们拎出手机不断拍摄创作素材。我对十里红云一湾水的这一个形象呢，已经是非常的印象深刻了。我们一开始对于人文湾区建设的这一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当我们就是游览完了这一个文化馆新馆的这一个就是全景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这一个建设和设计都是非常用心，然后非常能让我体验，就是能够体验到这一个湾区为了这一个人文建设所做出的一个努力。在海珠湖公园，优美的生态环境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灵感，大家纷纷拎起纸同笔在湖边写生，将广州塔、五羊雕像、中山纪念堂等文化地标融合成一幅幅湾区印象图。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参观，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些灵感，然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收获、自己的理解，用书法的方式来抒发出他们心里的所想。今次大赛最终收到91件作品。在颁奖仪式上面，获奖者分享创作心得。我们采风地点是在海珠湖公园，然后那边刚好可以看到广州塔、东塔跟西塔，就是可以显现出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经济建设，然后国家发展越来越好。港澳的这种学生的这种视角哈，对于我们整个大湾区的这种人物的风貌，还有美景，还有一些这个业态的这种把握，我觉得还是挺出乎意料的。传统跟现代的这种结合，反映出了这个港澳学子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传统文化化的爱好，还有他们的这种钻研。主办机构表示，希望大赛能进一步扩大港澳学子的岭南视角，拓阔他们的艺术设计思路，帮助建设人文湾区。Vincent 你成日话自己系体育迷啊，咁你应该会中意户外活动噶啦。哇，梗系中意啦，系咪有好介绍啊？系啊，嗱，我推荐你咧就去到广州嘅番禺大夫山森林公园，咁最近嗰度咧上演紧《萤火虫之夜》，仲可以同黑天鹅亲密接触啊！喺大夫山森林公园，唔少市民去到远足。在南门附近的这个湖面上，一群黑天鹅正在这里悠闲嬉戏，成为了公园内的美丽画面。黑天鹅似乎不是很怕人类，有些还去到岸边的草地觅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围观。第一次见，就在那里吃东西，我感觉可爱。我们那一次是在湖里面看到的，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议论说是不是这个下面涨水了，然后这边天鹅会在这个岸上，也是带小孩观察一下嘛，都观察一下自然。大富山森林公园这个中岛形龙桥及周边区域都是萤火虫的最佳观赏区。天气好的时候，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就会上演萤火虫之夜，场面非常壮观。如果有萤火虫的话，确实是比较期待，因为是很小的时候会看到过，月亮比较亮，然后萤火虫一闪一闪的，满天繁星的那种感觉。园方提醒游客，在观赏萤火虫的同时，要自律保护好生态环境。如果我们看到有携带这些捉萤火虫的工具，我们会劝导他们禁止带入园区的。现场就是不可以着灯，不可以着闪光灯的，不可以开电筒，因为萤火虫是很怕光的。同埋有一个要注意，就是萤火虫呢是很怕蚊怕水的，所以我就建议市民朋友来观萤的话呢，就最好要着长袖衫同埋长裤，做好这些防虫的保护措施。广州地铁22号线是一条时速为160公里的高速地铁，它串联起广州南北和联通珠江口东岸。而这条起紧的地铁22号线最近又有新进展，西朗站这一段主体结构完工，未来西朗站将会成为四线换乘站，大家出去玩就更加方便了。
22号线西朗站最后的顶板已经封盖，车站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全长超过200米，是地下4层车站。西南站车站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北侧和东侧紧邻1号线西南站和广佛线既有线路，南侧的话是挨着利朗市场及广中大桥。根据建筑承办方介绍，工地同正在营运紧的地铁1号线、广佛线最近距离大约4米左右，为解决兴建工地的条件限制，施工方案进行了多轮改善。邀请专家进行了施工方案的论证和优化，采用3维扫描技术对既有线的一些病害进行扫描，施工过程中采用自动化监测及静力水准监测等措施进行监测。22号线将会在西朗站呢度同1号线、10号线、广佛线进行换乘，其中同1号线嘅换乘通道啦，将会喺我身后嘅呢个位置，从下边起上嚟，从2楼啦通往目前1号线嘅西朗站。西朗至芳村站全长约3.3公里，目前左右线隧道大约完成了一半，工人正在赶紧工。而22号线全线4座车站、3座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另外，广州地铁多条兴建紧的线路都有进展，其中3号线东延段已经进入营运测试阶段。在江门新会的木洲镇，江珠高速和中开高速在这一道互通，由江珠高速木洲出入口经中开高速和深中通道到深圳宝安机场，车程大约45分钟。在这个这么好的交通位置，木洲镇就把握大桥经济的机遇，对辖区内的高速沿线展开环境整治工作，营造整洁美观绿色的高速景观长廊。早前木洲镇对中开高速、江珠高速的木洲段沿线地块展开集中整理，目前已经完成清理区域范围内杂物的工作，当中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同时对高速沿线的房屋开展外墙改善工程，令高速沿线更干净更美观。中开高速两边可视范围内农具房都进行一个提升，对于那些残旧的就进行一个拆除，外立面不是统一的，我们就进行一个美化提升，那个农户还需要用的，我们就帮他进行一个重建，总共是205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是全部完成了。木洲镇仲对高速沿线两侧进行绿化工程，令沿线绿起嚟。同时在中开高速沿线多个村庄种植落雨杉2000多棵，令绿化景观和周边环境融合。现在工程主要是扩了滤网，设计阶段就要喷草，还要去种植那个路基，大概是1个月左右完工。我们木洲镇政府此次呢，对深中通道的沿线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环境的优化提升，将为未来客商及其他人民群众路过我们木洲、路过我们新会的时候，留下我们最好的桥乡印象。Vincent， 你平时喜不喜欢看科幻小说的呢？都喜欢啊。那你又会不会想过自己动笔写一篇呢？哇，那真的没有啊，我哪有那么好文采啊。其实最近在杭州就真的有一间小学，一班小学生每人写了一本原创的科幻小说，为自己和学校留了一份很特殊的毕业礼物。究竟他们写了些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萧山区骏化镇葛云飞小学的云飞书院里面，正展示23本学生小说集，这些全部都是科幻主题小说，有《重生之境》、《拯救末日》、《平衡世界》等书名。揭开小说内页，有些还配埋科幻的插图，订装精致。有份创作的学生表示，这些小说故事的灵感都是来自生活。班主任叶关祥的办公室入面收藏了部分小朋友的手稿，最多的有4万多字，最少的亦有2万多字。叶关祥表示，学生写小说源于他和小朋友的一个约定，
在一次学习完语文课程的科幻单元之后，他在班上提议以科幻为主题，大家尝试独立写一篇小说。出乎他的意料，一个半月之后，班级入面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完成了自己的小说写作，并且在家长的支持和帮助下装订成书。现在这23本小说在学校大受欢迎，各个年级的小朋友都争住去书院阅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越写越想写，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就在这个暑假我打算把下册也完成。写文章的过程它是观察力、思考能力、整理能力还有分析能力的综合性的体现，同时也会影响他的口才的。小孩子拥有这个能力以后到了社会上他会用到的，一辈子有用的。近年来越来越多乡村发挥当地地理优势，将农业、文化和旅游元素融合，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好似韶关的紫兴县和曲江区，他们活化一些闲置的资源，生产创新农业产品，将生态优势转变成为发展优势。在紫兴县艾子镇满塘村，当地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利用国家4A 级景区满塘客家大围旅游区，展开招商引资，并开设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商品销售等店铺10多间，成功为当地带来1000个就业职位。我们民宿坐落在这里，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截至目前，我们接纳人数已经过万。我们主要接纳附近的村民成为民宿的相关产业的员工。我们也会定期开展服务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个人收入，实现家门口就业。我们落实文旅新县战略，以满涛为4A 级景区为牵引，完善围楼布展和周边绿美建设，进一步完善景区周边配套服务设施，并充分加强村景联动，推动满塘村典型村、标兵村建设，实现村围共美，全力打造实行新围美典范，促进围楼复兴。此外，满塘村亦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对张九龄宰相粉、香菇、木耳、野生灵芝等农业产品大力推广销售，以创新的包装设计、丰富营销方式和拓宽营销渠道，打响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在曲江区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村民把握时间采收紫灵芝，这里群山环绕，有丰富的竹树资源，是曲江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所以产出的紫灵芝色泽光亮，味道鲜美，具有营养和药用价值。我们长平村灵芝种植基地如今种植的灵芝为韶关本地野生品种紫灵芝，目前投放菌棒3000磅，一亩地可以采摘900斤灵芝，每亩纯收入50000元。7月份第一批可收入500斤。未来当地将加快发展以食用菌种植为主的农业产品产业，为当地人带来更多收入。经过1年多的时间兴建，阳顺高速公路茂名高洲段项目有新进展了。嗱，呢一段嘅高速路嘅白塘岭隧道左侧嘅隧道咧，近日就贯通工程完成咗啦。咁随后咧亦都会摊铺路面啦，为明年建成通车嘅目标奠定坚实嘅基础。白塘岭隧道是阳顺高速公路的一段重要工程，隧道左侧隧道全长2000多米，是路段中最长的隧道。阳顺高速白塘岭隧道主动贯通，
对于工程建设有重大意义，能够大大节约进口到出口的通勤时间，同时也能够加快我们路面摊铺运输速度。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加快左洞的附属工程施工，争取左洞尽快成型，同时加快右洞的那个贯通，确保阳线高速早日达到通车条件。白塘岭隧道一带沿线全部位于高州境内。据了解，阳顺高速高州段全长超过46公里，途经大波镇、古丁镇、深圳镇、平山镇、东岸镇等5个镇和200多条村。再来看看中山这边的交通发展，文古路是中山市高快速路网的重要路段，未来将会同深中通道互联互通。现时这个项目进度又是怎样呢？又会几时开通啊？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我们现场看看。在民众街道路段施工现场，双向车道的地基同时起紧的东环高速公路，他们的桥梁地基伴随一同兴建，高速公路和地方高快速公路亦都同步发展。明古路17工程起于黄埔镇经三角镇民众街道接火炬开发区世纪大道，路线全长26.94公里，目前明古路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3%。为了减低两条一起开工的道路施工的安全风险，施工方采用视频监控系统等科技设备。投入使用全市公路行业首个水滴搅拌桩信息化监控系统，为隐蔽工程的质量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另外，贯穿中山北部镇街的南三公路，一期扩建工程建成通车之后，二期的扩建工程亦都如火如荼开展。近年来，中山市一共推动了国省干线公路新建成13个项目，总里程约115公里。南朗快线、国道 G105 南线、东二环逸仙路以及坦城北路主线等干线道路完工通车，三环12块。高快速路网基本形成。关注民生的你，以下落嚟呢个消息你就唔可以错过啦。2023年初，清远携手科技企业宁波大学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乡村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计划，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建平、侯水生、张兆龄在内的国家级省级科教机构的22位农业领军人才，以及他们的团队共100多名专家，形成了强大的农业科技智囊团。很想我们来把这个一个模式作为清远作为一个先行区来实践，希望能够辐射引领以外主导的产业，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的支撑或者说实际来帮助地方能够建立起全产业链，包括核心产业配套产业、支撑产业、引领产业，也就真正做出一个大的特色来。陈建平表示，这几年感受明显变化的是清远农产品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好，农民的产品卖出去，一靠品质，二靠安全，三靠品牌，通过品牌打造可以令到农民的产品卖得更加好，令更多农民能够赚到钱，希望清远能够继续探索乡村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清远模式。所以我们希望的是通过把这个先把产业这五大产业做好五大百亿产业做好，然后市场前支、科技支撑、轻资产运行、辐射带动来带动更大的一个区域这个来发展这些产业，使得这些产业的品牌越来越强大。在专家团队的帮助底下，清远农业产业以及乡村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交出了一张满含科技创新元素的成绩表。
2023年五大百亿农业产业综合产值增长超过30%，在五大百亿农业产业拉动下，2023年全市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增长态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近57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0,000元。廖瀚神州精彩在线，今天带着大家去广西南宁。南宁一年四季都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到处都有鲜花的点缀。在这段时间，南宁市有一间学校，里面20米高的教学楼外墙上面的三角梅正在盛放，为夏天增加了亮丽的色彩。节目最后，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靓景了。今集的湾区全媒体时间够了，下集再见，拜拜。